碗汤，第一碗汤喝完了，第二碗汤，第二碗汤也喝完了，要喝第三碗汤了。原来是他们忘记帮我煮麻酱面了，有点大碗的麻酱面，他们忘记了。第三碗汤，要喝第四碗汤了，我的麻酱面大碗还没有来。喝第四碗汤的时候，我的麻酱面终于来了，大家听吗？在搅拌的时候觉得它的酱还蛮厚实的嘛，来对比一下喝汤的面，喝汤的碗跟吃面的碗，我点的是大碗，这种没有拌匀开来的麻酱是特别要吃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吃得到麻酱的香味。它煮焦好像有困难，麻酱的颗粒的香味，麻酱面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我记得在韩国偶像剧里面说没有刻意擦嘴角。来对比一下喝汤的面，喝汤的碗跟吃面的碗，我点的是大碗，这种没有拌匀开来的麻酱是特别要吃的，因为这样可以吃得到麻酱的香味。它煮焦好像有困难，麻酱的颗粒的香味，麻酱面实在是太好吃了。我记得在韩国偶像剧里面说没有刻意擦嘴角，韩国的偶像剧说吃麻酱面没有刻意擦嘴角的女生真的是很坦率自然，不做作这样子。现在我要吃这个东西了，看起来像是素肉的东西，剩余的包括汤吃的麻酱面看起来真的太可口了。原来今天是十五，难怪那么多人出来吃素啊。继续来把汤喝完吧，吃到见底是爱物食物的表现。汤也喝完咯，碗也见底咯，收工。我想普通人可能吃一碗大碗的麻酱面跟一碗汤就可以饱了吧，但是姐姐不是普通人。谢谢你今天的收看，下次希望你也可以一起吃素咯，拜拜。